体发现说，二类组理工科系的排名竞争激烈，除了台大电机稳居第一名，清大、交大挤下了台大成为榜上的多数，但是招生名额却都是个位数。现在台大出面指控了这违反规定，更批评教育部无作为，顶尖大学的排名之争现在浮上了台面。首先我要强调哈，我们谈这个议题呢，绝对不是所谓单纯这个学系之争啊，这个是事关这个考招的这个公平正义。后代指考已经放榜了，第二类组依旧是竞争激烈，以往呢前三名都是由台大所包办，不过今年你看，除了台大电机是第一名之外，另外的被清大和交大则是挤下了台大。这样的排行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居然让台大电机资讯学院的院长张耀文站出来捅批，他是违反教育部的规定，或是用旁门左道的这个伎俩来扭曲各个招生管道的这个名额的分配。清大电机学院的那个学士班，这一次他招收四十一名学生，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分甲组跟乙组？对不对？啊，甲组跟乙组他们所参采的科目又一样。啊，离谱的是，甲组的指考名额只招收一名，那是不是所外界所诟病的，是清大为了排名，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的把指考的名额限缩到一名？指考限缩名额再分甲乙组有什么好处？以今年二类组前十为例，清大、交大、成大大有斩获，有七个系所上榜，都是分甲乙组，录取名额皆个位数。清大电机资讯学士班甲组只招一人，今年排名第二，挤下台大资工，而台大材料更是从第七退到第十。因为你为了达目的，就是不无所不用其极，这实在是太荒谬了。这是国家教育的这一环，也不能让我们学生看到，你的学校大学跟大学之间为了争排名，大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吗？所以这个招生人数越少的话呢，它的这个最低录取分数可能就会越高啊。那用这样子很明显的操弄这个方式来抢排名啊，事实上对他本身的这个学系这个水准啊，或者这个其他研究成绩啊，事实上是完全无关了。问是他提问的时候，我觉得高中生不会了解那么多就是反正就进来大一，你可能就大略知道甲组分数是比乙组高啊，可是你也还没有真的对这个系有多少涉猎，就是念完高中而已。今年大学末代指考录取了33000多人，录取率高达97%，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台大指考录取1514人，有84%来自六都，不少学校寄出高额奖学金吸引优秀的学生，像是亚洲大学符合标准，一入学就能领360万。8年来，已经有5人为了奖学金放弃台大。我还是比较倾向去上台大啊！你认识到的人，你学到的经验会比你所拿到的钱还更重要。所以你可以用那些认识的人脉或是经验去获得更多的东西。学校争排名没问题啊，你就是说啊，你用正当的话，学生愿意选择到你那边去就读。很多学生，比如说这次的电子学院的学士班，很多学生要到你那边去就读，那很多学生去挤，他的分数当然会变高啊。以清大电机系为例，今年甲组招收4人，排名第六；乙组招47人，不列入排名。甲组有比较多的资源，但是修课内容是一模一样。是一样的。对，就是他们的选课系统都是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会有额外的资源，例如说他们会有企业导师，那他们会有奖学金，然后会有出国的就交换的机会这样。那我在想，可能就是它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像是，招生的一个手段这样子，因为可能类似说，他的成绩可能可以来台大，但是清大电机的甲组开出了这样的条件，让他想要说，那我可以去清大电机的甲组，然后去得到这些资源这样。他分组还可以，同样的考试科目，他还可以分成2个小组。这个明显就是违反教育部自己的规定，但是教育部从来就是不愿意正面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啊，这也反映教育部第一个可能是行政怠惰，第二个可能是专业能力不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发现，那我们也有呼吁各个大学在考试入学分发的时候，应该要避免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招生分组的情形。那如果我们
后续我们有发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我想我们会收集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会做次学年度招生名额核定的时候的一个餐具。升大学多元入选管道包括了繁星申请入学以及指考，以第二类组理工为例，清大交大几乎都是增加申请缩减指考分发名额，实情就是争排名先抢先赢的招生竞争手法。为什么现在指考那么少？因为指考里面名额很少，大家都挤去申请，申请越来越多，那很多的孩子说啊，我申请到了，我何必去拼指考？对于他想要用功努力的拼搏到一个他想去的好的学校、好的校区，对他是一种打击。教育部跟招联会之前就有这个规定的啊，他规定什么呢？繁星不能超过15%，啊，申请不能超过40%，这表示什么？那扣掉那个很少数的特殊选择，所以指考最少应该要将近40%的名额，才符合这个教育部跟招联会这个规定。但是招联会自己的主事学校还有教育部自己都可以不管他自己的这个规定，考试入学分发的名额大概都在历年来都是在31到36之间，以110学年度今年来状况来说是34%，并没有所谓的逐年降低这样子的情形。其实教育部我们都很早跟教育部说，他这种不作为了，就任由招联会和任由各个学校去调整。像我们指考，我们就是要在指考部要低于40%的名额，可是教育部一直没有在这方面做努力。我们把教育搞成这样子啊，这个简直是走火入魔了啊！那我们如何奢谈我们的这个品德教育呢？这场顶尖大学指考排名之争，清大交大挤下了台大，用拉低招生名额制造拉台分数的有利条件，导致排名没有实质意义，主管机关教育部无作为，成为破坏多元入学的元凶。